来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智慧的窒息小灵珠在泰山出现喽。不会是让我们去爬山吧？放心，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精良的爬山用具。这是我设计的超级弹簧鞋，用它登山就跟散步一样轻松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的速度再加上这双鞋，一定是全宇宙第一快了。我们要把那两双鞋抢走，这样登上泰山就容易多了。开始突袭，天旋雷破！小心！大家快帮忙！哈哈，这下子你们没法脱身了吧？鞋子是我们的了！太狡猾了，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！别跑，快把我的鞋子还回来！灯架太重了，少一个人会失去平衡的。火聪聪，你要保持理智啊！不，我一定要把鞋子抢回来，你们撑住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可恶的雷阵阵竟然躲起来了，哼，下次一定要把鞋子抢回来。莫托托，你的腿怎么了？都怪你太冲动，自己一个人跑掉，害得木吞吞砸到了腿。对不起。没事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没伤到筋骨。我来帮你处理一下。你想干嘛？不要乱来。这是针灸，是中华数千年传下的医术精髓，肯定管用。灸特定的穴位，贯通血脉，从而达到快速治疗的效果。好了，我感觉好多了，果然有效。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吧。看来没什么大碍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寻找小灵珠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交通工具了，等等等等，远航巨无霸大炮。我们不会被炸飞吧？放心，这并不是真的大炮，只是一个发射器，精准地把你们乘坐的炮弹机舱发射到目的地。别犹豫了，快进去吧。设定目标：中国山东泰山。定位完毕，发射。真的一下子就到了泰山了。果然名不虚传，到处都是气势磅礴的地势。当然了，这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，是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，有天下第一山的美誉，以风景壮丽而著称。登上泰山可以看到各种景色奇观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崇拜泰山，还用泰山北斗来形容德高望重的人。据我分析，小灵珠就在泰山的山顶上面。还要爬山，我的头还晕呢。大家提起精神，这是对一名战士绝佳的挑战机会。我们要学习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，登上泰山，夺得小灵珠，创造梦想，创造辉煌。你等等我。你们可真慢呐，在后面做我们的跟屁虫吧。抢了我们的鞋，你们有啥好炫耀的？快追。可恶，博士的发明果然厉害。
坏了，腿开始痛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拖累大家，一定要跟上。木吞吞，你怎么了？一定是他的旧伤还没完全好所导致的。对不起各位，我拖了你们的后腿。不，这是我的错，当时我太冲动了，才让你的腿受伤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里火匆匆的速度最快，就由你去追雷震震他们。我们来照顾木吞吞，只能这样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小灵珠带回来的。燃烧吧，烈火流星！卤蛋，火匆匆那家伙追上来了。想不到那小子速度竟然如此之快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天旋雷破！烈焰飘移！看你能躲开多少块儿！哎！这种小伎俩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我要全速冲刺了！救命啊！不好了，大家有危险！木吞吞腿上有伤，肯定躲不开滚石的。怎么办？马上就能追到小灵珠了，是继续追上去，还是下去救人？虽然没拿到小灵珠，但是我能救回大家。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。哇，这块原石比刚才那个还巨大。就是悬崖，这次我们肯定躲不开了。快跑！你们别管我，你们先逃吧。不，我们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没事了，是火匆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们需要我。总算得救了。对了，你回来救我们，那小灵珠怎么办？虽然没拿到小灵珠，但是我能救回大家。我相信这个决定才是最理智的。那个傻瓜火匆匆竟然没追来，看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了。我们撤。风小小，你个笨蛋！总算拿到了一颗小灵珠啊！看我的天旋雷波！为什么高兴你要定我？哇，好漂亮的山水画呀，有大师的风范。中国的国画艺术博大精深，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已。我也来试试。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出色的建筑师。再加点颜料。我的画，惨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土豆豆把我的画弄脏了。这可是我花了一整天才画完的，弄得到处都是，洗都洗不掉了。你陪我画，你陪我画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别争了，我有办法。难道你能把颜料擦干净？这些改成花朵。再把它们用树枝连起来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竟然把脏颜料全掩盖掉了。画得真好，我要把它挂在床头。
吃一堑长一智，幸亏水灵灵够机灵。博士呼叫我们了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冒泡了。艺术博物馆里收集了雕塑、版画、摄影、建筑等等，数量达到150,000件之多，其中包括不少经典的名作，比如说梵高的名画《星月夜》就是其中之一。上回不小心被雷震震抢走了小灵珠，这次我一定不会失手的。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最快的蚂蚁战机，为梦想出发。他们坐着蚂蚁战机去寻找小灵珠了，我们得赶紧跟上。别催，有我天才雷震震在，没有什么搞不定的，只要让我把这个安装好，再加入这个小灵珠，他就无敌了。有了它，一眨眼就能追上蚂蚁战机。走。小灵珠是本天才的。哟，好多画，而且画的比金童都好多了呢。那是因为你在捣乱。这幅画就是梵高的名画呀。原来是张油画。喂，你们赶紧去找小灵珠，别只顾着欣赏作品。难得来一次，你瞧瞧，这些艺术品都是超级棒的。哎，我可不懂得欣赏。呀，我看到小灵珠了。可是太高了，够不着。哈哈，交给我吧。五行召唤，燃烧吧，美丽的焰火。烈焰金刚，燃！嘿，哈！嘿，哈！嘿，呀！嘿嘿！太高了，怎么办呢？哈哈，天才雷震震驾到了，我是绝不会让你们得到小灵珠的。鲁大，刚才好像是你帮助他们拿到了小灵珠。什么？大家快看，雷震震机器人的背部。哼，算你们识货。雷鸣机甲经过我这个天才的改装，已经获得了小灵珠巨大的能量。快把你手上的小灵珠交出来，不然我就让你尝尝它的威力。这次我绝不会把小灵珠交给你的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雷霆无机。快接住，那可是珍贵的艺术品呀。笨手笨脚，你们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，还想保护这些破坏东西。既然你们这么看重地球的艺术品，你要干什么？不把小灵珠交出来，我就把它们全毁了。他的目标是那幅画。电光炮。那这边呢？不能再坐以待毙。五行召唤，战斗吧，力量的源泉，黄金骑士。
挡强挂。哎，有本事就打过来呀！金彤彤，快住手！那张是梵高的名作《星月夜》的真迹呀。嗯。电光炮！太可恶了，居然拿这些艺术品当挡箭牌！难道真的要把小灵珠交给他们吗？不，我绝不同意这样做。嗯，有了，我们见。我同意你的条件，现在就把小灵珠交给你，请你们不要破坏这里的艺术品。放心，我对这些破玩意儿不感兴趣，我只要小灵珠。小灵珠给你，接住了。我的，嘿嘿，为什么这么烫啊？烫死我了！哈哈，叫你接吻了，我只不过在扔之前稍微加热了一下而已。这次好的，我可不会留情了。大金刚拳，轮到你们了，烈火冲击！一定是本天才的。火宗宗，你真是机灵过人呀，居然能想到这招。是水灵灵，全靠他出的主意。嗯，这只是一时的机智，算不得什么了。这次竟然是水灵灵破坏了我的好事，下次我一定要把小灵珠抢回来。听到了没有？下次是哪次啊？